第四次果然好了很多啊。送我走吧。说话不算数。谁说话不算数了？我说你赢了我就不回家，但我没说我要住你这儿啊。我要去酒店住，本来活动方就会给我开酒店。怎么样于老师，是不是不是只有你会骗人啊？草率了。快点送我走。我这几天都休息，明天陪你去活动现场。你明天休息吗？你不是周末老加班吗？所以前几天一直在赶工作，都没休息好。现在开车到你家要一个多小时，再回来的话要两点多了。明天一大早再赶去你那儿。你以前说我会骗人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看来以后我要做好心理准备了。饿了吗？吃点东西吧。我才不要吃你做的面。